你看这里面有两个波档，有五个波档，一二三四五，你把那个一三往下面拨就可以了。看这个界面就成这个界面，因为这里要关机啊，现在没电的情况下把它拨啊，然后成这个状况。哦，这里有英文的，看这是改一下这个时间就可以了，这就是时间。然后就按 OK。 然后把电取了，然后把这个一三再把这个一三拨回来就可以了，这里面的一三拨回来就 OK 了。